但是一直都没有消息。你爸做什么的？人家骂我们警察是操死的。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有五六年的案子，那五十几年前的事。黄雪琴，洪晨佑，莫深渊，还记得他们吗？事情已经过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不放下？我在调查一件1956年的案子，那五十几年前的事。王大鹏是谁？一个名字，三个字，八字、户籍、是人是鬼都不知道，怎么找？我们只是把凶手抓起来，但并没有把真相交出去。如果你对过去有点认识，就不会这么天真。失踪的时候有来报过案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消息。你爸做什么的？人家骂我们警察是操死的，你就站在那边不动，指令也不下。嫌疑人可能持有武器，极度危险，大家要小心自身安全。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？就是找到凶手，并不会让社会更好。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